说什么？那是什么性丑闻？我真的有性丑闻。真的，我认真的。这性丑闻是很严重的，没有到很严重。我被告过性骚扰啊，还没还起。有啊，还没还起诉。就我在客运上摸人家胸。好了，来走走走走走走。有性丑闻，对明天会爆发。基本上明天会问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这。我们不要围绕着这个的问题。所以你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成长环境下所造成的精神或是。对，我就有一个大学。所以，反正我觉得，我现在觉得就剩下退学了。